各位，而家有一项紧急消息向大家宣布，今晚1987年度亚洲小姐决赛的评选结果失落了在中南半岛敌军占领区，敌军已经派出大军四出搜杀，如果这份这么重要的文件落入了敌军手上，那整个亚洲的和平和欢乐都会受到严重威胁。好彩我们请到全部由超级巨星组成出名英勇的秃鹰敢死队，他们已经出发深入敌军阵地，一场惊心动魄紧张刺激的争夺战即将展开了。首先带我宝贝出来、啊、信号俾佢哋。越南啊，系啊，你睇下，有越南婆、越南仔，有越南公添啊！哇，好咯好咯，咁有越南鸡饭食啦！系啊，呢度食越南鸡饭系送玫瑰花噶。吓、啊，哎呀，咁我中意咯，玫瑰玫瑰。哎，睇住，唔好乱行啊！哇，哎，睇住，哎，哇，呢度好多地雷噶，你睇下。阿哥啊，嗰、那个先系啫，呢、這个系牛屎嚟噶。牛屎牛屎，你食啊！哇乱噏屁路，咪喐，咪喐啊！你哋咪秃鹰队？嘿，梗系啦，我哋系黄面人，嚟自东方嘅。其他人呢？哎，其他你听得咁沉重嘅脚步声，梗系我啲队员嚟紧啦。快啲接应佢哋。点接应啊？边位？呢边啊，呢边，呢边。啊
蜜蜂虫啊，有敌人啊！